虎扑8月31日讯，根据 NBA 记者 Adrian Wojnarowski 报道，多位消息人士透露，为了让火箭和太阳达成交易，安德森同意将2019-20赛季的合同保障金额2100万美元调低至1560万美元。这与布兰登·奈特的合同最后一年2019-20赛季的薪水相同。根据此前的报道，火箭将安德森和丹东尼·梅尔顿交易至太阳，换来奈特和马基斯·克里斯。安德森将成为太阳新赛季的首发大前锋。2017-18赛季常规赛，安德森场均上场 26.1 分钟，得到 9.3 分5篮板。